小甜甜和一起发光教会的风波近日闹得沸沸扬扬。对此，小甜甜的好友金刚在脸书发文捍卫小甜甜，他痛批为什么所谓的神职人员居然公开攻击自己的教友。最让我觉得不开心的是，居然说小甜甜私生活有极大状况，是说他不检点吗？他表示认识小甜甜十几年来，不可能会有私生活不检点这几个字在他身上出现，因为他不做非法的事，也不交一堆男友，直言每个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，难道100%照着您所说的去做才叫生活检点吗？贴文一出，许多艺人纷纷表示赞同。后来也退出一起发光教会的阿 Ben 和徐小可留言写下，私下真心的交情是不用演的，对于教会的行为连蔡康永也看不下去，留言写下，金刚兄好样的，罕见发声力挺小甜甜。